长如何帮助一到三岁的幼儿洗手。疫情期间，大家都要勤洗手，即使是一到三岁的小宝贝儿也需要勤洗手哦。由于一到三岁的小宝贝儿还太小，要让他们自己洗手实在太难了，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小宝贝们洗手哦。这样洗手是洗不干净的呢。不过我们还可以用免洗洗手液，我们先将免洗洗手液喷到他们手上，然后帮助宝贝们擦拭双手，直到他们的双手完全干燥就可以了。这样是不是既方便又干净了呢？明白了。